新英雄桑奇已经上线体验服了，他的定位是辅助，我也是玩了那么几局琢磨出来一种玩法，不知道行不行，就是开局带惩戒反对面的 buff 啊，不对，应该叫做强对面的 buff。 桑奇的二技能是一段位移，但是只能对草丛使用，而这个技能呢可以储存三个，这也让他在前期就可以在对面的野区里进进出出。众所周知，打野为了抢中路一分钟的螃蟹，通常会提前交惩戒，所以哎，不是，你会不会玩？也行吧。等会儿一分钟的时候，他就没有惩戒抢螃蟹了。这边帮中路占一下视野啊！我一技能空了，但是法师没空。有一说一啊，这英雄的一技能我感觉跟夏侯惇的一技能的二段挺像的，法师有点危险，我也没有什么办法，只能等一技能 CD 好了帮他控一下。哎呦我去，说啥？观察小地图，看打野这位置，怕是要开暴君，过去帮他占一下视野。行吧，看来是我自作多情了。抓人，我有经验。二技能直接经过两个草丛，一技能拿下。哦，再见。成功带走辅助，也算是取得了一点小小的优势。再顺势入侵一下对面的野区，节奏不就起来了吗？身为一个优秀的辅助，要学会搞事情。就比如这里，孙膑，你给我过来，打你一下。嘿嘿，敢追我是吧？我身后可是有人的。李信、金蝉就交给你们俩了。哎，不是，对不起，我也不是故意的。那这个雪豹我就帮你们吃了吧。金蝉哥哥可能生气了，那我就来帮一下伽罗吧。在草丛里不要暴露视野，等对面的辅助放松警惕冲出来的时候再使用一技能，控一下，配合伽罗直接拿下。所谓雨露均沾，上路也不能忽略呀。我来了，走过去帮李信控一下，看样子不需要浪费一个大招了，直接上去普攻，配合李信拿下孙策，然后对面的露露就来了。这英雄就一个一技能能控一下，所以我也没办法。会，别瞅了，我就这一套技能，打完就撤。好的，打野来了，那这一波可以打。紧跟着打野的步伐，二技能位移过去，一技能帮打野控一下。这个英雄的大招有两段，一段是在一个位置放置一个草丛，两段大招呢是飞到这个草丛，然后这个草丛里呢会不停地释放出萤火虫，打中敌人会造成伤害，打中自己人会恢复生命值，而且这个英雄的普攻也可以打队友，但是打中队友的话会帮队友恢复生命值，而且这个英雄拉扯效果极强，一技能空了没关系，小爷我会飞，哈哈，我还会连续飞，厉不厉害？一群凡人妄想追我，真的。一技能回头击飞打一下，二技能继续飞，然后大招继续飞，看他还追不追我。继续追的话，我都感觉我能反杀。对面属实有点不讲武德了，还换人，但也没关系，我继续飞。喵的，你个鸟人咋又回来了？就问你们敢不敢放我一马？好的，他们不敢，他们怂了。既然定位是辅助，还是要依靠队友的。观察小地图，发现金蝉有危险，大招位移过去，一技能帮忙控一下，终究还是晚了一步。那么李信交给你了。好的，李信没有收掉阿离，对面的打野又来了，现在压力来到了李信这边，然后李信也没了。行，好兄弟一起走，我也不独活。你说巧不巧，水晶也是这样想的。既然视频都看到这了，那就顺手点个赞吧，谢谢。